揸住呢张八达通，唔单止能够喺香港用，北上嘅时候都可以用嚟搭车，支援全国超过336个城市，名副其实系四通八达。星期二起喺香港嘅便利店就有得卖。我哋嘅记者喺上水港铁站买到张卡之后，就上深圳莲塘口岸实测一下佢系咪真系用到。咦，有巴士到咯，上车先。同普通八达通一样，上车嘟一嘟。得咗，就算呢一架巴士冇贴住交通联合标志，都一样支援。搭地铁一样好顺利。万一余额唔够，要增值都好简单。打开八达通个 app， 用八达通钱包嘅余额或者系转数快过数，再拍一拍张卡就可以成功增值。就算身处内地，用国内嘅手机网络一样用得到。呢张全国通卡每张售价88蚊，储值上限系3000几蚊，足够喺内地搭过千次车。佢单独设立一个港币钱包，唔需要喺内地额外入钱，直接拍卡就会以当日汇率转成人民币。